咪讲好多次咯，将佢所有长寿嘅人将佢家族组织落死轮转成高等啦。你来自星星或者半天候都可以，扮乜都得噶，系咪？因为神中意超等啦。为佢哋救师造型嘅咁得噶啦，决定咗。五十几年飘色，佢觉得近年热爆嘅韩剧深入民心，专登拣嚟做主题。你就算扮坏人，政府官员都唔紧要噶，好冇？总之长洲出现嗰啲，讲咧水浸正义咁多钱咧，政府都唔做多啲好事嘅。有师傅就选择以传统角色做主题。政治人物版咧就冇咁好睇咯，其實香港怨氣太深啦。太平清照喺一個開心嘉年華會，我就唔想將怨氣擺落嗰啲飄色嗰度。哦，咁聽我講，唔好扮政治人物啦。不過你扮都冇所謂，逼你扮都唔緊要嘅，冇所謂嘅。總之喺長洲出現嘅家族組織後，死亡者成高等。咁決定。